我要放桌上吗？你要放都可以，看你想放哪边就放哪边。要看你啊，你放桌上啊，可以啊，放桌上。那我要站桌子后面。站这里吗？还是这样站前面？站这里，站这里可以。Okay. 好，你今天干嘛？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一台 Dyson 的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冷的，Pure， 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念啊。Pure， hot and cool， 我会。废话，谁不会？后面还有凉的风扇，也有热的风扇，外加空气清净机。它不是凉，就是一般的风。然后最主要它还有一个这个 PURE 的定义啊，可能就是在空气滤净哦，所以它就是空气滤净器加上暖风加上凉风，对，三合一。今天我们要来声音开箱了，大家都说我们声音开箱废话很多，怎么办？今天我们会尽量让废话少一点，可以吗？对，尽量。这一台是我们去美国买的，对。然后你知道我们美国什么时候回来吗？10月30日。然后你知道今天几号了吗？今天12月12日。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，我今天真的受不了。我今天就跟他说，我们今天要把它打开，我觉得有点太凉了。你不是说不说废话了吗？对。今天这个镜头是新的镜头，蔡司的12.8，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然后这一台买多少钱，你还记得吗？9000啊。就是大概299啦，就是9000啊。对，差不多9000台币。然后台湾卖啊，大概要18000。不过台湾卖的是有 Link 的版本，就是有 WiFi 有 App 的。这台是没有，是 For Costco 的特殊版本。哦，可是你不是说这台已经出2年，然后这么贵？对啊，就是还很贵啊。那就是卖它就是 Dyson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大部分都是蓝色的版本这个好。蓝色的。大部分都是蓝色的。搞不好只有颜色差异而已。对，你知道你老公很爱做功课吗？我知道啊，对，每次开箱之前我都要做很久的功课。他做超久的，我下午就跟他讲，刚才在查，现在几点？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东西？这个东西有一个遥控器，这个是遥控器。先把遥控器拿起来，并不是它大概跟那个 RX100 的电池差不多大而已。我跟大家先讲一下功能，这个左上角是电源，右上角是冷。然后这边这一颗钮是热，然后比较不热，比较大风，比较小风，定时左右摆。然后，你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吗？考你，这是这台最特殊的功能，在下面两个键。这个是这样吹，这是这样吹。快对了，可是并不是。这是吹的范围不是吗？它是吹的范围没错，可是不是摆头的关系。那它是直接把它的风，如果你调到这个比较窄的这个地方啊，它的风就是比较集中的，吹直吹出去。对，然后跟摆头没有关系哦。如果你调到这个比较扩散的，它的风就是比较宽的。对，这是这台最特别的地方。好，了解哦。可是基本上，其实你看它，你也不需要说明书，它已经画的都很清楚。那是我有做功课好吗？哪有这个？这个不就是暖的，然后凉的？讲得你好，刚才那两个就不知道。这两个我刚刚大概意思也是对的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有电，你按个一次你就知道它差别在哪。那是因为好吗？告诉我，拜托，赶快来给我打开。我真的要开了，它比我想象中的小。它其实不大了。对啊，它很小就是有点那种铁灰色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吧。但它塑胶感很重。对，它其实很轻啊，有在网上看大家的评价，就是很轻。感觉上我抱着它比抱我的孩子还要轻。好，整个质感来讲就是非常的简单。你是哪里不开心在摔东西？第一天就把它摔。我跟你讲，它最特别就是这个遥控器可以这样，你看。它是磁铁的，对，这样就不会不见了。对，就是、这功能很棒，加分。对，这个是我觉得它设计的很。不才刚夸奖吗？可以帮它脱衣服。什么意思？你按下这边一个钮，跟这边这个钮，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整个往上拨，试试看。有没有？人家说这个就是帮他脱衣服。啊，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吗？知道，这个就是那个嘛，空气清净机那个滤网。滤网，不知道多少钱呢？我们还没有查，知道粉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可是我猜啦，应该是Dyson的，应该都不太便宜。这跟小米的有点像，它的优点就是效率比较好，是圆形的滤网。对，所以感觉，它的滤网感觉好像很不错，哪里？
就滤网啊，就滤网啊。感觉上啦，摸起来比较扎实啊。就是感觉上它的这一排一排感觉比较细啊，小米然后比较洞比较大。对对，可是这不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。这不准啊，就是肉眼上看起来是这样。不想有过滤的功能呢，你也可以不要这个滤网，因为听说这个前几代有出没有滤网的。整个来讲就是这边有个开关、power 键啊。剩下的就是都用这个了。没错，对，遥控器不能接。对，我刚就想讲这件事。因为有听说啊，因为我们这台不是 WiFi 版本的，所以遥控器不能不接，以后就是要靠它了。而且我猜啦，这支遥控器也是圈圈叉叉的贵。它为什么要这样在这边粘一个贴纸啊？它有什么？这个可能是美国的规范比较严格吧。我觉得它的插头做得很粗哎，感觉很用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它这有电热啦。电热的话，通常电流比较大，所以要稍微粗一点。这个插头啊，是一大一小的。现在台湾越来越少这种插头了，那可能美国的安规还有。小米的这个智能插座啊，是没有一大一小的，所以我们要插在传统的插座上面。我们现在保留几个传统的插头，所以可以插在这里。开了。这边有个液晶显，它一打开就有个臭臭的味道。对，有个臭臭味道，新的机器嘛，总是会有臭臭味道。然后这边有写个74，你知道74是什么吗？它不是摄氏，对不对？对，74是华氏，所以我们买了美规的版本，以后都要用华氏啊。哦，74不晓得是多少。哇，好热哦！天哪，我怎么感觉热？很热哎！你看，这才是入冬最重要的东西啊！我的天哪！对啊，哇，这马上感觉到热风哎！好温暖，就是臭了点之外。对，很臭。他听说是陶瓷的啦，可是我也不是非常确定。陶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陶瓷加热啊，就是它这一圈是陶瓷加热的。然后它有个非常棒的功能，它这边呢、就是可以设定温度啊，在暖房的部分啊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按低一点试看看，它这边就会降低，有没有？它就变76.9。如果温度高于69啊，它自动就会把暖气关起来了，所以非常方便。你说这边的温度啊？对，你真的有比较不热了。对，现在就有感觉比较不热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效率还 OK。刚刚这边有一个箭头，两边的这个，它其实是可以左右转，像现在这样。对，现在就是在左右转喽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可是呢，它是热风的状态下是不能使用这个功能。如果你要用左右转，就只有凉风有，热风是没有的。对，现在新电它一定要测试。我现在真的自己测试轮死，今天测试测试那个。如果把它调宽的差别，好，现在看我是这样，我现在先按尖尖的这个，对，最宽的，现在是最窄尖尖的，尖尖是最窄的，就集中火力的方式。直吹的时候你看我，它你会看到我整个那个头发都在飘逸，对。可是如果我按这个像扇子的这个，会立刻停止哦，它的所有的风是往两边吹，不是平均吹，是中间是没有的，就完全没有风，它已经往这两侧吹。你有觉得风吹到你那不一样对，真的不一样赶快转回暖气哦，好冷哦。啊，不然你离它远一点，把风开到最大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说开冷风吗？我现在开到10最强了，然后现在我要站到我一直会慢慢往后退，看它可以吹到多远。现在在这里，新电差零在那里，我目视啦，大概有3公尺，可是它已经有点声音有点大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太大。然后你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很小，这样也可以转啊。对，有点小。这样最小已经吹不到啦。是而已可是一般人不会把电风扇放离自己那么近。可是你一当跟你有一定的距离之后，它声音就很大声。对，好像你后面那一台16寸的电风扇，它比较安静。它比较安静，如果要一样的风流的话，它有点太大声。其实它有比较大声，大声蛮多点的。可是它比较不大。我觉得这一台比较适合频数小一点使用，我觉得它没有办法。就是满足我们客厅的需求，我觉得它客厅好大，我觉得它可能要放在房间会比较适。我觉得它最棒的功能是它有暖风，而且它很小，它比较不占空间。如果你睡前真的想要吹一下下，不想要太干，我觉得它比较好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台啊是一个很漂亮的电风扇。还是暖气机，还是空气滤清机，它就是集三个在一起啦。可是它的价格
真的太高了，在台湾卖到快要18000。我自己的感觉是认为空气滤芯跟电风扇啊，我觉得要分开系统，这样的定义会比较清楚啦。因为变说你看哦，现在如果风调大，它过滤的速度才快，在基本上跟我平常使用的逻辑啊是有点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，它就是有那种新时代雅痞的感觉。你是被把它拎杯冷死哦，关起来啦。而且它在电风扇的部分，你要达到那种很强的风，它其实又有一点吵。如果是一台卖到15000，基本上我真的不太会买，我会把它分至我两个系统。因为你看小米的空气滤芯机一台也才现在多少钱？4000块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应该以后我们会把3000多啦，3000多。所以我们以后应该会把它定义在比较像暖风炉。它比一般的暖风的优点是，通常的暖风啊都比较小台一点，然后风量也没有这么大。那可是它把它变成暖风的时候，因为它的风量比一般的暖风大蛮多的。可是如果花到10000多块买一台电暖炉，似乎有点太贵。整体来讲，我个人没有非常推荐买 Dyson 的这一台。那我们是不是再也接不到 Dyson 的业配？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，我就会把它转成是。它的凉风扇是一直在移，然后让它一直在循环。对对。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换滤芯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对它最大问题。对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换滤芯。你有时候回到家想要吹凉一点，结果你就要把风开大一点。对啊。那你是你在家开电风扇也是一样的。那你所有你吹到的空气都要经过滤芯。嗯。那如果滤芯很久没换的话？就是你定时也还是要，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还是把两个系统分开会好一点，除非家里真的很小。可是老实讲，它外观100分。以前有一句江湖上的谣言，只要有一台 Dyson 带回家的妹都可以。最好是，真的有热吗？我觉得很热，因为你不让我转到最冷，所以我就转到最冷。你不想要让我冷，你不想要让我冷。它热风的效果比一般平价的那种3000-4000块的电暖炉好多，好蛮多的。这台就以后是我专属的，我要把它搬去我的主卧室，然后以后我躺在床上打电动的时候，它就会在我的脚边。今天的深夜开箱影片已经结束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 my